尊敬的量学晴龙特战队友们，大家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龙腾你看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量学晴龙黄金战法第五讲黄金节情荡情战法。好，在学习之前，我们同样要看一下郑重声明：此课件内容只能用于量友自己学习和参考，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落下，不得在网络上发布、分享和出售，不得作为教学课件对他人授课的，如有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好，另外要强调的教学案例不为定股，据此设盘，盈亏自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黄金节，是我们主力庄家做盘的一个重要的智慧和策略谋略，所以我们老师称黄金节它是智慧与谋略的温度计。 做得好，黄金节，我们一只股票就很精彩，主力和庄家，哎，就能够大赚一把。好，那么具体的讲，这个黄金节是什么含义？我们要弄懂黄金节，首先要清楚打劫，打劫是一个围棋术语。那么我们看过围棋比赛，我们中国棋圣是聂卫平，啊，任何棋手都可以通过打劫的手法来吃掉对方的棋子。 这是有的人打劫一次能够吃掉对方的一颗棋子，而有人却可以吃掉对方的许多棋子，这就是智慧和功夫，啊，智慧和功夫。那么黄金劫呢？它被用到股市上，就是股市打劫啊，就是打劫被用到股市上，就是我们的股市打劫，也就是黄金劫。这往往它是庄家智慧和谋略的展示，会打劫的庄家。 他可以在打劫途中把对手盘的筹码悉数揽入自己的囊中，对吧？他打劫就是为了啊、呃、要筹码，而不会打劫的庄家呢，有时候可能把自己也打进去，劳命伤财，得不偿失。也就是他打劫失败，把没有打到别人的筹码，却把自己的筹码送出去了，这就是呃入庄没有控盘的庄家可能存在的风险。那么，什么是打劫？ 我们老师说，说穿了就是先做笼子，然后呢，请君入瓮，也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黄金节的基本原理啊，黄金节的基本原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这幅图当中有 A 到 B 啊，A 到 B 两个波沙区。 庄家在 A 柱和 B 柱这个区间里面可以说是狂拉、狂打、狂拉、狂跌，这就是在干什么呀？这就是在打劫。那么我们老师强调，就是说这里的打劫呢比较特别啊，一般的庄家不会这么凶狠，打劫的没有这么严酷罢了。但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打劫。 让我们先来仔细看看，先看 A 点，我们这个 A 点是一个倍量高量柱，它后三日是什么？是价涨量缩，呈现阳阳阴的建构，是典型的黄金柱。只不过因为最后一日是阴，所以它的量性偏弱，要防止短线的调整。所以说，阳阳阴要当心。按照黄金线的取点原则，我们标准的可以取在基柱的实顶。 但是像杨阳英这种可能会打劫的，我们也可以去基柱的实体画黄金线，这都是符合取点，黄金线取点的原则的。那么这个第四日果然大跌，刚好在这个黄金线上精准的止跌，说明这个这条黄金线怎么样？说明这条黄金线是一条非常有效的攻防线。此后。 乖股震荡上行，然后呢？然后在 C 处连续四个跌停板，无量下坠。什么叫无量下坠？大家看，它虽然是跌停板，但首跌就是缩量的，然后整个越跌越缩量，就是四个跌停板无量下坠。 啊，向下击穿了 A 柱的攻防线，是不是把我们前面这个黄金线跌破了？哎，把这条黄金线它给跌破了。但是第五日从 D 柱跌停开始开盘，哎，从跌停开始开盘，一路上行，十个交易日后从 E 点再度大跌，然后一直到 B 点，两次狂跌。 都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一波有百分之五十，这一波有百分之五十的跌幅，恐乎在，不恐也。我们老实说，哈哈。好，再看 B 点，B 柱及其次日，它形成了怎么样？哎，平量柱价升量缩，然后在 B 柱后第三日反升向上，那么我们这个 B 柱就形成了黄金柱。 哎，我们这里的黄金柱，呃，是我们老师泛指的黄金柱，就是王牌柱，就是值钱的柱子。这根柱子是值钱的柱子，所以老师称为黄金柱。这跟我们黄王牌柱三级别当中的黄金柱有所不同。我们是这标准的这个 B 柱是个将军柱。我们按照第三日最低点画平行线，是不是黄金线啊？然后此后六日均未跌破此线。 说明这里又是一道重要的黄金攻防线。那么 B 柱后九日横盘，第十日在这一天的时候，连开始拉升，连拉四个涨停板。哎，这里有连拉四个涨停板，重返什么、啊、A 柱黄金线之上？这个 A 柱黄金线回到了上方去，直达 F 点。 一口气制造了高达百分之六十的涨幅，乐乎在不乐业？我们老实说，呵呵乐乎在不乐业，是不是不懂的人哪经经受得了？哎，你说为什么说恐乎在不恐也？哎，就是跌的很可怕，它后来又涨了呀，所以恐乎在不恐也。那么乐乎在不乐也？你看它涨得这么好好的，啪就给你来个跌了；看涨得好好的，啪给你来个跌了。 所以，不懂的人是受不了的，啊。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啊，虽然这么打涨跌的凶狠，打劫的如此的惨烈，但是我们这打劫打劫，它不是随随便便的，它要符合一定的基本的原理。那么，它打劫有三个特点啊，黄金节的打劫有三个特点。 第一条，它打结一定要有稳固的行为中枢。那么就是说，你打结你要要要有行为中枢，要这是行为中枢是什么呢？就是以黄金线为轴心，哎，你必须下方以黄金线为轴心，让上下任意运行，即使打穿，啊，第一条的黄金线它也有第二黄金线的支撑。 所以就是说，我们它你黄金线就是有轴性，它可以跌破一下，哎，第一道跌破还有第二道，对吧？而且有时候你就是假跌破，无效跌破。然后我们老师当初在研究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到左侧 B 一处在这儿到黄金柱，感觉所以感觉从 C 呢跌到 D 有点不可思议，他把这个 A 黄金线给跌穿了，对吧？结果后来我们老师复图一看。 哦，原来这个左侧这儿还有一个，大家注意看，它是什么柱？它是梯量柱，梯量黄金柱，对吧？哎，梯量柱后面价升量缩，所以它是梯量黄金柱。以实体或者跳空补空画黄金线都可以。这里要注意，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这个地方采取跳空补空画黄金线，正好和这一天的阴的收盘价精准重合，一点不差。好，我们这就,就 B 一，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黄金柱，难怪主力打压这么凶狠。哎，它下面还有重要黄金柱的支撑，但是无论怎么打劫，哎，总是在关键柱掉头向上。哎，就比如说在 B 柱。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 A 柱和 B 柱，它是不是遥相呼应啊？遥相呼应，层层递进。用老师说，给人家制造这个地狱下面。 还有地狱的感觉，哎，把它跌破了，又打到这边来，是不是地狱下面这边跌破 A 线，这边又跌破了这个地处，感觉地狱下面还有地狱，哎，吓得筹码乖乖的交出，所以说打劫相当成功。但是它是不是无原则的打劫呀？没有，第一条就是强调它必须有稳固的行为中枢，就是由黄金线这支撑。 哎，为轴心依托黄金线的打结，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依托黄金线的打结。第二点，打结一定要有足够的行为空间。哎，就是你打结一打结，大家体会它的幅度一般都是比较大的。你幅度太小了，你是不具备打结空间的。那么我们这个股票啊，它充分体现我们的打结一般是先拉后打。 拉是为了探索，哎，上方的空间，而打呢，是为了挤压筹码。我们拉升的越高，打压的就越低，哎、呃，这就是股市的辩证法。如果我们的空间不够，哎，你涨那么一点点，你打压，你是不是没有什么空间？一般是，哎，如果上涨的空间不够，一般是不会实施打压的。那么我们这个例子当中，从 A 到 C，它。 整整上涨了有百分之五十，所以说才有 C 到 D 的，哎，百分之五十的打压，然后从 D 到 E 呢，它也是整整的拉升了百分之四十五，所以从 E 到 B，哎，它才有百分之七十的打压，然后呢，才有正因为这个打压的升呢，然后才有这个呃 B，一直到 F 这一端高达百分之六十九的拉升。 对，就是大家体会一下，就是打劫一定要有足够的行为空间。一般有了一波比较好的生活以后，哎，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是主力手上拿了一定的筹码，对吧？以后他才能够实施打劫。哎，涨到一定高度，就是要有一定的行行为空间，不然就是施展不开手脚，对吧？第三条，打劫要有一定可靠的行为约束。就是说 也、哎、就是说打劫一定要有可靠的行为约束。哎，什么意思？你是打劫要能够控制的，不能够控制的，呃，我们刚才前面说了，你可能是得不偿失，那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么一定要控制在主力和庄家的手上。怎么叫控制在主力和庄家的手上？打劫一定要有可靠的行为约束，也就是说，没有出现。 大量出逃的行为，哎，就是你什么意思？你在跌的时候，你在跌的时候，大家请看这两波打劫的比较凶狠，它首跌都是缩量的，这个首跌是缩二一的，就是说它没有大量出逃，才说明它是假跌，它才是打劫。如果这些位置是放量大跌，放量大跌，那么这个就不是假跌。 它就是真跌了，它就不是打劫的行为了，它就是真正的出逃的行为。所以这里大家体会，没有大量出逃，才说明筹码仍然在主力和庄家的把控之中，他们是假跌，假跌是为了打劫后的增长。所以，哎，所以说大家看，一个是守跌的问题，我们这一步这个第一步打压的时候跌破百分之五十。 但是我们下边的量柱整体来说和左侧对比小得多，是不是没有？看看，而、啊、我们第二波下跌也是百分之七十，这个量缩的就更是小，哎，量柱几乎是卧地不动，所以这样才能判定庄家有没有出逃啊？庄家没有出逃，如果庄家出逃了，就不是大减了，只有不是庄家出逃才能够大减，所以说。 哎，这个哈高科，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哎，我也做过，这个庄家是一位打劫的高手。在如此小的时空区间，他是从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一直到二零零七年八月二日，哎，这共在如此的时间里面、空间里面做出如此大幅的打压和拉升，实乃是具备超级智慧。 和过人谋略，这个超级智慧和个人谋略指的是这只股票的背后的庄家，这个庄家就是哈高科的庄家，哎，那么这个后面我们老师还将哎、呃、继续来让我们感受哈高科这个庄家他是做盘的，哎，说哈高科这个庄家就是靠打劫来营生的。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他是如何靠打劫营生的？啊，我们第二节就是这种黄金劫，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呢？那么我们就要来学习对付黄金劫的杀手锏。啊，我们就来一起研究对付黄金劫的杀手锏。我们老师说，打劫是不是就是做坑啊？哎，就是挖坑。 打劫就是挖坑。要想对付黄金劫，首先要弄懂打劫的本质。大家，我们都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任何一只股票的涨跌，它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主力和庄家诱导散户跟风造成的。我们散户有没有能力去拉升一只股票呀？没有，对吧？ 那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巧了，可能我们填高了个单子，哎，就是我们老师说瞎猫碰到死耗子，哎，正好填了个高价，是吧？拉高了。但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散户除了不能拉升一只股票，我们会不会主动去打压自己的股票呀？我想也不会，除非有的时候，哎，我们要急着用钱，哎，要把手上要用钱。 要从股市上卖票，这种时候我们可能怎么样仓促兑现？哎，去分低卖出。正常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去拉升一只股票，也不会去打压自己的股票。大家想想，这个一定要想清楚，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这由谁做的？哎，就是只有是主力。如果我们的主力拉升股票，我们散户没有跟进。 行不行啊？那我们有的时候涨的时候，主力需要跟风盘，对不对？不然就变成他自己自拉自唱也不行。那么怎么让散户跟进啊？主力就会制造点忧愁，哎，诱导我们散户跟进。反过来说呢，当我们这个主力庄家想打压吸筹的时候，他打压了，没有散户抛售，行不行啊？ 哎，如果散户的不肯抛呢，主力捡不到便宜筹码呢，他能满不满意啊？不满意，所以主力也就会想方设法制造点什么由头，再来诱导散户抛售。哎，就是说，主力都是有它的拉升和打压，都是有它的目的的。因此说，一只股票的拉升或者打压，很明显都是主力或庄家的行为。 就是主力和庄家的行为，但是呢，就是大势不好，特殊的原情况之下，那要排除这些的因素啊、哎。有时候的下跌有这拉升可有市场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上一阶段的疫情行情，这种完全就是特特殊的利空消息导致的下跌，不是主力真正的这种打压的行为。好，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放大一下眼光去看，有的小主力和小庄家，它也相当于。 一个散户和我们一样，只不过他比我们的投资什么呀？哎，金额大一点，数量大一点。但是这些小主力和小庄家，比起那些大主力和大庄家，是不是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们老实说，散户，咱们散户也好，主力也罢，大家都是小巫大巫，大家都会赚钱赔钱。因此呢，大家都是花了成本的。 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主力和庄家的成本都比我们散户低。哎，我们散户船小好掉头而主力和庄家船大不好掉头。因此，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怎么样啊？判断主力的成本区域，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清楚了成主力的成本区域，我们清楚主力都是要赚钱的，他一般要把股价最终要拉过他的成本区。 才能实现赚钱的目标。我们看准了，是不是在主力的成本之下？哎，我们就可以择机介入啊。就是只有摸准了主力的成本区间，我们才能够从容自如，不怕诱导，哎，不怕主力的拉大的拉升和打压啊。那么，如何判断主力的成本区间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哎，它打压它是有一定的行为中枢。 那么这个行为中枢是黄金柱、黄金线，对吧？哎，就是黄金线。这个黄金线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尺，就是主力的成本区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黄金线。如果股票在黄金线上方，它连续大跌，哎，我们黄金线上方连续大跌，或者突然跌破黄金线。 就像我们刚才的那幅图，我们就要注意了，这可能就是依托黄金线的一场打劫，啊，那么我们老师呢，就是说教教我们如何对付这种黄金劫呢？我们的澳口淘金，哎，澳口淘金战术就是针对黄金劫的杀手锏。我们老师说，众所周知，淘金者去淘金。 是不是到山顶上去炒啊？不是的，都是在山腰间，他们都要往山沟里端，往沟坳里去找。因此说，我们的金字往往沉淀在坑奥低陷处。我们炒股也一样。那么，我们老师给我们看这个哈高科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的日向截图。这幅图中，我们老师。 是在二零零八年二月四日，他所预报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哈高科的走势，大家请看，它的下跌是从这个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就是这一根亮柱，它低于左侧十月九日这根大阳柱开始，哎，从这地方确认下跌，然后直到十月二十九号。 这一天一个极阴次阳止跌，然后怎么样？横盘整理，再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根大阳柱之后，才逐步拉升，然后直到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这一根带长上下影线的中阳线，然后这个中间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凹口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凹口。 我们老师称之为“银国”，银字的“银”，哎，就是这里装满了大家的银子。呵呵那么我们老师戏称为“装银子的仓库”。我们仔细看看这个银国，这个里面基本上大家看是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交量？可见说明没有成交量，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没有人肯卖出啊。也就是说，我们散户或者说。 其他的小庄家，他不愿意交出筹码，而我们主力却接二连三的打压，是吧？却接二连三的打压，这是主力界大势下跌，哎，在诱空吸筹，因为它是缩量下跌，对，这样二零零八年的时候，行情正好不好，对吧？是熊市的开始，所以主力在这儿就是接二连三的打压，是主力界大势下跌。 在诱空吸筹，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前面大家看是不是跌无可跌，量没有出来，主力实在吸不到廉价筹码了，然后便开始拉升，直到一月二日这个中阳柱，所以这里是干什么呀？它就是在吸筹，哎，在诱多吸筹，主力在这个一打一拉之间。 是不是就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新的筹码呀？大家想一想，这一打一拉需要多少成本呢？大家想一想，需要多少成本呢？啊，那么其成本线就在澳口附近，就在主内开始打压的地方。我们老师称之为澳口基本线，又叫澳口平衡线。为什么说成本线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主力之所以能够顺利的打压，他筹码有没有出啊？他没有出来，筹码没有出来，说明什么问题呀、啊？说明这个主力在前期的运作当中已经收紧了大量的筹码，对不对？所以它的主要的成本是不是应该在前期呀、啊？在跌破奥口平衡线的前期呀、啊？只不过是说通过这一波打压再拉升，它进一步吸纳一些筹码。 对不对？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主要的成本区仍然在这个澳口平衡线的附近。既然主要的成本在这澳口平衡线的附近，那么我们主力要想赚到钱，到这个地方能不能赚钱？必须是不是必须把股价呃拉升到这个澳口的上方啊？对不对？拉到上方去派发才能够赚钱。但是，一旦拉升， 一旦出现拉升，那么前期的底部跟风的合力盘、左侧上方的套牢盘是不是蜂拥而出啊？这成交量就放大，蜂拥而出。所以主力要干什么？必须再次打压，一减轻成本，增加筹码，这就是澳口上方成交量大增的原因。 哎，一旦突破澳口，成交量就要增加。哎，特别价就更明显，突破了澳口平衡线，成交量就要大增，就是前期的获利盘、解套盘等蜂拥而出造成的。那么，在股价突破澳口、突破澳口后的这一轮打压非常重要，它是为了以低成本消化前期的解套盘和获利盘，对吧？它是为了以低成本。 对吧？消化前期的解套盘和获利盘啊，制造的下跌，是不是？到这一打的话，获利盘也跑掉了，套牢盘也出来了，进力不出来了，所以它不会有太大的拗口。往往这里的拗口，正常情况下就是要比前面的银国要小，哎，就是这个拗口一般要比这个银国要小。但是呢，它是主力或者庄家。 真正拉升前的下蹲动作，那下蹲就会拉升。主力的赚钱全靠这一个小小的拗口，利用这个拗口，我们老实说，主力一方面麻痹哎其他人的视线，啊，一方面掩护他自己的真实的意图。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哎，假跌真涨。 一方面呢，是不是可以收集上方的筹码？这个一跌就把套牢盘出来，就可以收集廉价筹码。所以说，可谓是一箭三雕，哎，一箭三雕。所以我们老师把这个较小的拗口，它称之为金坑。只要有金坑的个股，哎，十有八九都会迅速拉升。注意是金坑、银坑后面出金坑后，它十有八九会迅速拉升。 但是呢，我们看不懂的话，一般人就难以察觉这个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通过学习，就要知晓这个奥秘，就要来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老师就是在哈高科即将形成这一个金坑的这一天，在这个底部预报的这只股票，然后它果然不负众望，连续六天上涨，这个底部启动的是一个涨停板。 一二三四五六，1> 1, 2, 3, 4, 5, 6, 后面还有一定的小上涨，对吧？从六块四毛钱涨到八块九毛五，六天累计的升幅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点七零。大家要知道，这个在当时的是熊市，二零零八年的熊市当中，哎，能够有这么好的收获，它是这么好的生活，它是难能可贵啊，是难能可贵。好。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拗口，哎，叫拗口？股市翻开股票，像拗口会出现很多，是不是所有的拗口都能够炒到金子呢？哎，不是的，这与我们大自然蕴藏的金矿一样 <coughs>，并非每道河沟坑坳里都有金矿。 是吧？不是说大自然的每一个那个呃地凹处都有金矿，只有那些蕴藏了金矿的坑凹里面，哎、呃、才能够淘到金子。这就是要求我们有一双发现金矿的眼睛。那么我们什么样的凹口它才具有金矿呢？哎、呃，就像有金矿一样能够淘到金子呢 <coughs>？我们书上老师呃给我们也举了一个案例：迎击发展。 但是这只股票退市了啊！大家自己可以看书上来学习一下。那么我们这里仍然是结合哈高科来给大家哎这个一起学习一下澳口淘金的基本法则，也就是澳口淘金能够有金字的澳口，它具有六大法则。我们请看这个第一。 拗口要突然凹陷，要突然的凹陷。大家请看，我们哈高科这个拗口，它是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它什么提前大盘下跌，就是突然的下跌，跌破了左侧的大阳，啊大阳就形成突然下跌，扭转局势，就是、改变了上升的格局，因为它。 跌破了这个大阳底，所以说它双阴杀跌就奠定了跌的走势。那么，所以它是什么呀？哎，就突然的下跌，但是下面的量柱就是缩小的，这个就是第一个特点，它拗口要突然凹陷，哎，突然凹陷。第二呢，凹陷的首日要凶狠，哎，凹陷的首日凶狠。 这里面注意，首日是指它，不是它。它这一天还不能说就下跌，对不对？只有这一天才能够确认下跌。哎，就是说这是本轮下跌的位置。第二根阴柱它是确认点。大家看这根凹陷的首日够不够凶狠啊？是不是吓人呢？大跌呀、啊？哎，下亮柱一点点，架住却是中大阴，关键是跌破了左侧的大阳。 第三，凹陷部分成交量要很小，啊，要成交量很小。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下跌的时候，本身它怎么样？下跌就是缩量，长阴短柱。长阴短柱说明什么？哎，持股者不愿意卖，持币者不敢买。那么就是这里没不是真跌，筹码没有出来，啊，那么这是谁干的？ 这就是主力和庄家的假跌行为，就是主力庄家来打压的，筹码在他手上了，所以他只要用一点点的筹码就可以打压出来，对吧？也就是他才是真正的主力庄家，是真正的持股者，而我们此币的小散户一般是不敢买的，哎，只有主力和庄家控盘了，他才能造成这一种缩量下跌的现象，而且这个底啊跌往后面跌，成交量仍然是小。 好，这就说明到第四个，在银国和金坑，在银国和金坑的右侧有逐步放大的成交量，就是银谷的和金坑的右侧，就是这一边，它有逐步放大的成交量。有时候它甚至是什么呀？是天量。大家看我们这个哈高科，它在银国右侧。 在这个位置，它成交量就开始放大。那么到这个位置，成交量都对应的有所放大，特别是到了这个金坑，大家注意，这儿是小的金坑，小的金坑，小的金坑的右侧明显的放量，对吧？下面明显的放量，啊，就是大家注意，就就就是说，在银国和金坑的右侧有逐步放大的成交量。 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说明有前期的获利盘和套牢盘蜂拥而出，导致成交量的增加。好，第五，在澳口平衡线附近必有一根中阳或大阳柱，这个就是我们什么？这就是我们黄金节擒涨停战法的核心与关键。我们这是澳口平衡线，大家注意看看。 是不是在这个右侧凹口平衡线附近一旦突破的时候，它往往有中到大阳，中到大阳，看看啊，就是中到大阳，中到大阳，中到大阳。大家瞧，这就就明显中到大阳涨停板，就是一旦凹口平衡线被突破或站稳的时候，往往有中到大阳，甚至是涨停板的出现。 而这些涨停板，如果我们不懂这个“拗口淘金”的原理的话，不懂黄金姐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好不好把握呀？就不好把握。因为这些大阳柱怎么样？它都是拉升的非常突然，几乎让人来不及发现，它就上去了。那么这样的大阳，往往就是主力或庄家他为了摆脱有人做轿啊，故意而、啊、为之的，啊，是故意的行为。 所以庄家真正要拉升的时候，他不想跟风盘，哎，那么所以说它就要摆开，摆脱人，有人跟着做掉，所以导致突然拉升啊，就是澳口平衡线的附近必有一根中到大阳，这个是最关键。好，第六个，我们澳口淘金的基本原则就是，银国要大，金坑要小，就是我们洗盘。 打劫打的彻底的时候，主要看这个银坑，哎，你银坑大了，它打劫才成功。打劫成功之后，我们的金坑是下拉升之前的下蹲动作，这个时候它就不应该再大了，再大了就不对了。就是说，我们金坑的底部，正常情况下，我们金坑的底部。 啊，金坑的底部，金坑的底部，这样打压的比较凶狠，即使凶狠，它一定要高于我们银坑的底部，对吧？否则我们老师说，金坑就变成了银坑，哎，然后银坑就可能变成了粪坑，那就不好了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哎、啊，金银谷要大，金坑要小，啊，金坑要小。好，这就是我们啊，哈高科。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我们澳口淘金的六大法则。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龙头煤炭再给大家准备一个案例，是我们近期的案例，来进一步体会澳口淘金的六大法则。这是我们二零一四二零年二月十四日博辉创新的日向留影。哎，我看了这个案例非常精彩。 大家看，请看这个左侧，在这个整个左侧，它也是有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上升上涨，而且左侧有黄金柱的支撑，所以说这个下这一波下来，它是一个打劫的行为。那么它的打劫都是符合这个黄金节的三要素的，啊，它有左侧有支撑。问题是这个打劫下来之后，大家请看。 符不符合我们有金字的拗口呢？大家请看，我以这个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这根大阴的收盘价画出一条拗口平衡线。大家请看，这个收盘价是多少呢？四块九毛三，然后它精准的对应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这一根大阳的实底。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根四月二十五日大阴奠定了确认了这个下跌的走势啊？它就是行情的拐点，而且它是长阴短柱突然凹陷，对不对？拗口突然凹陷，第一个标准符合啊，长阴短柱突然凹陷，跌破重要的支撑。第二呢，拗口的首日凶不凶狠啊？哎，它是一个大长阴短柱，是不是？ 可以，也是非常的凶狠啊，非常的凶狠。好，第三呢，它凹陷部分成交量很小，大家看整个下跌以来，在这个底部区，在这个底部区哦，就是我们讲的凹陷部分，就是银国。这里面成交量是不是非常的稀少啊？基本上就形成了白日低量品的走势，这是第三。好，第四。 在银国，哎、呃，在银国或金坑的右侧有逐步放大的成交量，啊，大家请看，是不是我们这个银国这边是金坑，到这边金坑，我们的右侧是不是成交量在这个左侧？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下跌，然后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日止跌，此后经过长期横盘。 横盘对吧？直到二零二零年，大家看这个一月二十日这一天，突然放出背量，对不对？是不是在主力下跌打劫之后，没有抛盘的情况之下，吸不到廉价筹码后，采取的迅速拉升吸筹的行为呀、啊？这就是银股的右侧逐步放量。 哎，逐步放量，而且第二天继续倍量拉升。这两天主力和庄家他通通过拉升收集了大量的筹码，然后呢，这一天正好大家只能看，正好它的收盘价也是四块九毛三，精准对应龙头密探所画的这一个凹口平衡线。因此，它后面本来是涨得好好的，第二天突然跳空大跌。 对不对？突然跳空大跌，但是成交量呢缩三一缩二一，是吧？是假的。好，那，下了之后，下跌之后必有增长。大家请看，这里面就是金坑，金坑的右侧再次突破澳口平衡线的时候，是不是又放出中道大阳啊？是不是又出现放量啊？哎，又是出现放大的成交量。哎、啊，所以就是说第四条，在英国或金坑的右侧。 有逐步放大的成交量，我们后来这一步也是逐步放大的成交量。我们再看第五条，在澳口平衡线附近必有一根中到大阳。哎，大家请看，是不是这个从底部起来，毕竟在这个影股的右侧出现的第一个涨停板啊，这第第二个涨停板，它就是达到了我们的澳口平衡线。 那么我们有经验的，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进攻，哎，这一天照样进攻，但是风险比较大，对吧？低压层出现打击。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银坑的右侧出现中到大阳，到了澳口平衡线附近，大做了一个金坑再起来，到了这儿，是不是又突破了澳口平衡线啊？它又是一根中大阳。好，到这、就是二月五日，到了后来再次做金坑，到二月十三日这一天。 再次突破澳扣平衡线，又是一根中大阳，第二天直奔涨停，这就是我们二月十四日，这、就是第五条，大家看到吗？所以，我们这奥口淘金啊，关键就是要把握银国和金坑右侧靠近平衡线附近的中到大阳机会。当然，我们稳健的朋友看懂了，可以从底部做起来，可以做波段。 对吧？偏短线的呢，我们就要抓住这种中大阳的机会。好，第六，银股要大，金坑要小。大家请看，我们这只股票，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说，从奥口平衡线下来这一段时间都是银坑，也就是说，从二零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下跌，一直到二。 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这一根涨停板大阳的之间都是银国，而、啊、从这个大阳开始下来到这个二月五日，这个之间的小凹坑，它就是金坑。同样，从这个下来再起来这一段里面，它就是金坑，也就是这里做了两个小的金坑，啊，所以就明显的银国是大于金坑。 这只股票还有意思的，大家看我的图上画出来，这里面还有小的银国、小的金坑啊，我就不细讲了，呃，大家好好去体会，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也会出涨停板，跟我们这儿有一个银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啊。这个呢，图上画得很清楚，就交给大家自己来研究。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澳口淘金，十拿九稳。 我们看懂了黄金节，就可以采用“澳口淘金”的策略，来把握当庭的机会。关键我们要找准符合“澳口淘金”基本六大法则的“澳口淘金”，因为只有这样的“澳口”里面才能够淘到真金。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